同女神食饭的大忌。玩电话，花旗政府挂啦，出局。云游太嗨，真令我失望。out， 出局。作出以上两种方面教材嘅，真系要好好反省啦，周志文。刘佩仪作为高高在上的娘娘，麾下兵仔有陈氏安南、翟氏威廉，亦包括上个礼拜读者潘小姐见到的呢个周氏自问。有空吃个 lunch 哇，仲唔快啲谢主隆恩？对于悠闲食足个几两个钟，娘娘刘佩仪回复传媒话佢成日同周志文、周志康两兄弟一齐食嘢，好平常喎。问到咧坊间经常冠以娘娘称号，阿妹就话其实佢同男仔食饭就话佢哋系兵，有啲诋毁佢哋。大家由始至终都是好朋友 ，as a friend 咧，每次听到都觉得唔舒服啊。周志文回复都话佢哋间中就约食饭，总之佢哋两个系好知己啊。